高考嘛，我希望孩子能期待得胜，不管孩子考哪考好，都要等着孩子回家吃饭。我觉得今年武汉挺不容易的，又是疫情，然后考试还下着大雨，不要那么紧张就行了，我觉得没什么难的。拍拍那个手给孩子们也是让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减压吧，祝大家考试顺利。拍了一下，感受到了老师们给我们的鼓励。经过十来年的寒窗苦读，都会有一点紧张，这样的话拥抱一下，给孩子缓解一下他的精神压力。